another symptom. Another rhyme, another rhythm. 开头介绍吧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在火车上，要准备去海边，海边 Elsa 的小岛上，差不多12点，1点到。还有两个妹妹，打个招呼，打招呼 ，Hello，Hello。我们现在已经到熊迪诺码头了。在船上了，哎呀，不对焦我。它是一艘大船，还挺大的。哎呀，戴上口罩的妹妹。酒店了，哇塞！你看这个阳光啊，我要被晒黑。一开就是海。我们现在要去楼下的海滩拍照啦，穿好衣服都准备好了。这里的风景也很好看，看。这就是他们。太帅了，走吧。我们现在要往海滩的方向走了，我们大概要走半个小时左右。之前有那个小巴士的，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没有了。跑起来，哥！今天好玩吗？美吗？美。你美还是海美？当然我美。来，你先走前面去。这个我怕滑。现在是你的。走，妹妹，我冲在第一，走起来。哎，好像没那么恐怖，我突然发现就不走走不走，怪我怪我，其实并不恐怖。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景了，好漂亮啊，那个海水，我的妈呀。我也来录一个。现在换好泳衣了，打算下去游一会儿。现在要准备回去了，一身狼狈的样子。我们终于爬上来了，我的妈呀，超喘的。The next day， 早上好呀，现在又是第二天了，先下去吃个早餐，然后再
回来换衣服再去泳池啥的。开始拍拍拍，现在我们化了妆，然后打算去外面拍拍照片，那就可以回去了。嗯，哇哦，这里超舒服的，很适合那种度假。坐在泳池这边，没有换上泳衣，但就是坐在这里休息。我们要出发了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码头了。拜拜，我们的旅馆在那儿。拜拜，旅馆。Attenzione prego, si avvisano i signori passeggeri di utilizzare correttamente la mascherina per tutta la durata del viaggio. 我们现在上到船上了，嘿嘿嘿。他们两个去买东西回来，刚才那个车坐的我们都有点想吐，因为香炉都抖来抖去的，特别是下坡，现在还没缓过来呢。像蒙面人一样，看看，我已经到家了。好了，那这期 vlog 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